据新疆空港微信公众号，八月二十九日，华夏航空机号为 B- 三二五零的 CRJ- 九零零型飞机执行 G 五四三九四航班，十八点十四分着陆过程中滑出跑道，随后有序组织旅客撤离。据了解，该机机组成员九人，旅客六十四人，撤离过程中四名旅客有轻微擦伤。 事发后，阿克苏机场跑道短时间关闭。二十点五十分，将该飞机脱离出事发区域。二十一点三十分，机场恢复正常运行。